们要请吕医师告诉大家，这个一定要吃，叫做四神饭。对，现在要跟大家介绍这个四神饭，大家一定都听过四神汤，但不见得有听过四神饭。好，那我有个病人在两年前的时候，他就有跟我说，哎，他是一个大老板退休，那他其实也是吃很多金正恩式的饮食，哦，哎，那所以他就跟我说，哎，他想要吃点药膳来调养身体，我就跟他介绍说，那你就把四神来当饭吃，好，四神浸泡以后，跟糙米来一起煮当饭吃。他没想到他真的很有毅力哦，他就这样吃了两年，两年以后呢，他告诉我说，哎，他三高的问题都消失了。嗯，那其实我们看回来看这个药材啊，包括薏仁啊，它其实在临床药理学研究，它有降血糖、降血脂的一些功用。所以这些好的些膳食纤维多吃呢，都可以降低我们身体的一些高血糖、高血脂、高血压的问题。